早安。嗨，今天我发在家的一天 vlog。不行，我觉得我先玩点游戏好了，先耍废一下。小奈，小奈，加油！这是电蚊拍。你也好想打哦。我是小琪的名声不能叫琪轩哦，大家早安。嗨，今天我发在家的一天 vlog， 现在是早上10:50。通常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一下有什么重要的讯息，先回一下，然后适时的赖个床，然后再起来。啊，让我先看一下有什么重要的讯息啊。处理一些用电脑可以处理的工作。2 hours later， 换个地方坐，屁股好痛。不行，我觉得我先玩点游戏好了，需要消遣一下，不能工作太久会心烦意乱。来玩个最近很红的太空狼人杀，我是好人。啥？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做出任务吗？然后就看到失血了，我等一下没飘掉。而且他们一直说踩十号，踩十号，感觉就是做贼心虚，赶快弄一个好人走。所以一二三号很可疑哦。哈哈，他是狼人，我都对了。啊，又有人死掉了。哎，我刚刚有遇到7号、1号、3号，没有看到9号，所以不知道他怎么死的。刚刚就是要去接电线，又还没接到，就又有人死，又回到房间了，所以没做到任务。但我有看到1号、7号跟3号，所以他们应该偏好吧。狼人，我们就这样赢了。来玩别的，你想玩画画？先耍废一下，等一下再起来继续忙。我要玩画画，画画要玩，还换我了，画蛇添足。我画了画蛇添足，猜不出来吗？一个成语，有人猜对耶，他们说我厉害，我画成这样，笑死！再画一只脚。哎，他们夸奖我的画工，你开玩笑？嗯，好好笑，我觉得我画得很好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.。有两个人猜对哟、哦，要准备。你要我说多能干？
我根本不想分。你要我说多难看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？我没有这种天分，包容你也接受他。我觉得我要去边煮东西边玩，来边煮饭边玩。大家看，我最近超爱的抄手，超级好吃，希望你们可以赞助我。这是大四喜的，哎，开始了吗？不能我的手，不能我的手，从此匿名的朋友。其实我的执着依然执着，与你无关，泪自细细收。不能我的手。有人为我跑的呢。看我逆战逆战来也，我还有狂野。看我逆战逆战来也。王牌有狂野，闯荡宇宙，摆平世界。后逆战逆战狂野，王牌有发现，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。我要操控我的权势，张扬我的身世，看着成长。我爱他，轰烈背负。我闭上眼睛，贴着你心跳呼。我闭上眼睛，贴着你心跳呼吸，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。你微笑的唇，心总勾着我的心。有人问说，五号是真的小齐炫吗？没错，就是这个人。跟你们说，这是我最近超爱的抄手，我买了五盒还六盒，一下子吃光，超好吃，推荐你们买。叫大四喜家常面食馆，他们的虾仁抄手是我此生目前吃过最好吃的抄手，希望你们看到赞助我，拜托，赞助我。我要，太好吃了！我应该要去贴双眼皮贴，我双眼皮要掉了。再来煮一下他们的蒸饺，看好不好吃。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，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。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，是我爱的风景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。硬要唱，放掉碗好了，我先吃饭。在等蒸饺好的同时，我先吃我的抄手，给大家看他们的抄手超肥。它里面是有完整的一个虾仁呢，完整的一只虾，哎，超级好吃。我决定再去订购十盒。他们的这个辣酱，不知道是加了芝麻还是什么花生还是什么鬼，就是超级好吃，就它辣中带甜。我有一次很夸张，我半夜吃的时候，因为那个辣酱太好吃，然后我竟然把那个辣酱直接喝完，因为太好吃了，很傻眼，超夸张哎。然后还买了蒸饺，等的同时先把抄手吃了。他们抄手超大超肥，你看，拜托你们可不可以赞助我，拜托。好吃到炸哎，我人生吃过最好吃的抄手，第一名了，真的，我超级惊呼。自从我买了它之后，我几乎天天都吃，很夸张。而且那个辣酱，我每次都会把它吃到汁干抹净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学聪明了，我煮抄手还要再煮蒸饺，等一下就拿蒸饺来沾那个酱。我觉得我受不了我眼皮，我先去贴双眼皮贴。吃饱喝足之后，我们这么洗碗啦。
你们有听到吗？我说的就是这个声音。你可以把它抓紧，把它，这很爽，感觉就洗得很干净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你们看到这支片的时候联名款可能已经没有了，但你们还是可以去买一般的，因为它真的很好用。吃饱之后继续工作。还好吗？需要帮忙吗？那位太太。2 hours later。话说，突然想到，你们有看到我录的那个吗？等我看东森 ，I will show you。你们有看到我的版本吗？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在看冬奥的时候看过，也没有在广告中间看过，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说他们一直看到我。如果你们有看到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吗？脚带，脚带，脚带，这是电蚊拍。哎，这是我以前就是那个租屋的时候，然后因为房子很小，好想打啊、哦！可以派我上场吗？赢了！哇，好帅哟、哦！哇，好听啊、哦！要工作了，要工作了，不能看。Hello， 听得到我说话吗？有，听得到。嗨，大家好，晚上好，我是小齐炫。我姓小齐，单名炫，不能叫我齐炫哦。很开心今天来 WeFlay 上面的房间跟大家聊天。哎，如果你们看这支片的时候，你当时在这直播间里面，请在下面告诉我。人好多，已经要3000人了，好可怕。小齐炫应该比你小，但问题还是要比你大。比我大？比我们小齐炫大的话呢，就可以选一个数字，然后问小齐炫问题。小齐炫，你先摇骰子好了。好。礼物太多，然后对你懂的。好。哎，怎么可能？当掉我。天哪，就是全部的人都要问你问题。对啊，你的初吻在几岁呢？初吻国三的时候，好像蛮早，15、16，有点忘记，就国三高一的时候。对啊，蛮早的，但很诚实。爱情的朋友，你觉得为朋友做过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？因为就是只要一句话，一通电话，我就是一定会出现，不管有多困难多早，然后我有多忙，只要对方需要，我就是会再忙再累，我都一定会出现。我也很需要这个朋友。请情和日久生情，哪个会更像是你的风格？我就是日久生情耶，而且我通常就是最后喜欢的人通常都是第一印象没那么好的，就是一开始可能对那个人还甚至还有点反感，然后我真的是完全是日久生情的那种人。所以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是需要被感动的那种。好的，刚刚结束了 WePlay 上面的语音直播之后呢，通常一天最后的行程就是我忙完了一整天我该忙的事情，然后最后还有体力的话，我就是会再开直播，就是我有在浪平台直播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 follow 我的浪的直播 ，ID 是1755159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好的，要同时架两台录影机真的是蛮困难的哈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各位，你们刚刚有去那个 WePlay 的那个语音房吗？到一半就睡着了，为何会睡着啊？有这么无聊到会睡着吗？通常忙了一天的最后，大多都是直播结尾。我已经兼职直播将近6年的时间了。就是利用演艺工作以外的时间或是休假时间来直播，平常都会在平台上和大家分享近况，唱唱歌，耍耍白痴，聊聊时事和心事。虽然越来越忙碌了，能直播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但我还是很珍惜，也会尽量维持这个习惯，因为我把直播当成一个尽情做自己的小天地。在直播里我可以很做自己，讲话很直接，可以尽情的唱歌，呈现最真实的喜怒哀乐。也很感谢很多老铁们陪我直播了很久，这里也是我和粉丝之间超近距离互动的小天地。如果想要和我更贴近的话，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 APP 来看我的直播哦。
好啦，现在时间是晚上12:30左右，就是我刚直播完一天的最后，就是直播的收尾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就要去洗洗睡啦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一日 vlog。我在家就是这么的忙碌又无聊，也没什么内容可以看。但很多人说想要看，就是防疫的在家都在干嘛这样，所以就还是拍了一集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就你的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、触笔给把我的影片全部都看一次，然后记得 follow 我的 IG 还有我的Facebook， 好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在底下留言，还有按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晚安，拜拜。品完了妆差了，把品完了，准备睡觉了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你看我长那么大的痘痘，拜拜。